好了，我投降了。那为什么你叫我投降然后开枪 ？OK， 我反抗了。棒棒棒棒。把它给举起来。嗯。把它给举起来。举起来，好的。做咩？成日要我头红，跟住即刻就开枪。Able to process your request. I'm back to the airport. The next stop, I'm going to go to Gao Hong, to attend a friend's wedding, a bachelor party.有幾個唔同喺加拿大長大嘅 friend 會一齊去咯。其實一早約咗今日會去噶啦，但係我上個禮拜因為唔舒服，全個禮拜都要食藥。我都有同佢哋講，我未必可以去得到嘅。卒之好彩嚟，我去得成。咁我去到咧都仲係要食藥嘅。咁我食緊藥嘅時候就唔飲得酒啦，同埋因為醫生話我係太大壓力，唔可以太夜瞓啊，一定要休息好。咁所以去到睇下點啊。不過都係唔好自欺欺人啊，去得 bachelor party 邊有休息嘅？到達台南啦！而家要找一架車出去市區，我係完全冇 plan 過任何嘢，因為我係打算係唔嚟嘅本身。而家我啱啱唱完錢咧，可以點樣搭出去？聽聞話要搭成粒鐘先出到去。高雄機場去台南北區，坐車就一粒鐘，搭捷運咧就一個鐘零一分鐘，即係遲三分鐘。咁我搭火車啦，即係搭捷運咧。根據電話，佢就喺高雄國際機場搭到嚟呢一個高雄車站。唉，正所謂一條友都冇咩所謂啦，去撞下板啦。反正今日、我嘅行李係好輕啊。話明先啊，大家千祈唔好當今次呢一條係一條旅行 vlog， 一個旅行系列。No， 即使係飲飽食醉之後，即係 bachelor party 完咗嗰部分之後咧，我都仲係要做嘢噶，因為我導演會電影課程嗰度嗰啲稿我仲喺度寫緊，其他組別已經喺度拍緊啦。你知唔知我幾趕啊？我一定要完成咗我份稿，我先至可以開始拍攝，先至可以做其他嘢。所以我哋下一個旅程先至嚟，即係吃喝玩樂啦。Bachelor party 要做嘢 ，so much fun 我。我的電話給你了。我 给你我的钱包，我都给你了。放开！你是黄渣渣。哎，避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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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中。我抓住了子弹。走了，拜拜啦！拜拜，拜拜。对，师傅，我第一次来高雄，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地道的。对啊。你要吃什么啊？有什么地道的？虱目鱼啊，牛肉汤啊。牛肉汤，这里的卤肉饭有名吗？还好嘞。还好。不错了。谢谢。再见。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新后日是准备吃台南的第一餐，这间嘢叫做文章牛肉汤，好像说是很出名的，你看看有几出名，排队啦，已经两点几钟排到出马路的，即
證明呢間嘢係值得冒死嚟到食嘅。呢個真係要上機食先。謝謝。好，好咗個飯。好正啊！牛肉泡飯喎，平時食開係豬醋飯，今次嗌個牛肉醋飯。飲飲飲。Well， 到步之後就做啲 bachelor party 會做嘅嘢啦，都係如常地要懟冧咗自己啊！嗰日同埋之後嗰日都冇拍過嘢，而家已經係 day three 嘅啦。佢哋走曬啦，咁啊得翻我留翻喺度多一日，今晚先走嘅。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咧，其實你到咁上下年紀，你好翻翻好似十零廿歲嗰陣時咁樣去劈酒法咧。你劈一晚嘅冇咗兩日，你劈完之後嗰日你都係 function 唔到嘅，所以而家越嚟越少咁，好耐冇試過。啊，話時話呢間我間房，走啦！Hello， 哎，謝謝謝謝，謝謝謝謝。你可以先数一数啦。对啦，这很没错啦，没错。谢谢。拜拜。拜拜。我觉得去台湾最正的节目就是每日都可以去咖啡店，不同的咖啡店去喝咖啡咯。咁一坐就可以坐好耐，同埋佢哋每一间都好似好有特色咁样。即系呢一种喝咖啡的文化跟香港好不同啊！香港就诶嗱嗱临喝完就走噶啦嘛，或者可能直头不会坐低嘅。誒，呢一個就係我嘅早餐套餐啦，咖啡、yogurt 同埋牛角包嘅嘢食就唔係好緊要嘅。對於我嚟講咧，一個最適合我去工作嘅一個咖啡，坐得長嘅話咧，最緊要就係個裝修環境啦，咁要有特色。第二就係 WiFi 要夠快啦，氣氛係好重要嘅。Hello， 你好。Hi。想要一个小的肉燥饭。Hi。卤蛋。Hi。然后这个虱目鱼皮。味噌。味噌汤。苦瓜炒咸蛋。苦瓜咸蛋。就这样吧，谢谢。Okay。哦，谢谢。哇，来得好快。呢一碗就係柏雲肉醋飯 ，yeah！ 嚟到台灣就係要老食老肉飯，啊唔係台北個種先至係老肉飯，咁台南係興食肉醋飯。Hi， 謝謝。謝謝。俾大家望一望。啊！呢個係虱目魚湯啊！虱目魚亦都係喺台南必吃嘅一類嘢。I love it。哇！哇！啲肉汁香到咧，我已經好清楚知道一定會嗌多碗。我暫時喺呢度呢幾日，我都有食到肉燥飯嘅喺台南。我發現台南係興食呢啲肥啲嘅肉多啲嘅，但係佢肥得嚟又唔會好流嘅，啱啱好。好神奇呢碗飯。Pulse， 係有種甜味啊！得啦 ，Anchor，Hello， 嗨，我想要這個腿腹飯，嗨，謝謝。而家8:10，仲有個零鐘頭到，9:25我上機噶。其實我依家心情有少少忐忑嘅，因為我個故仔已經開始進入揾演員嘅狀態啦。
而我啱啱就已經聯絡咗一個我好一路寫一路就好想佢出演呢一個男主角嘅角色，我聯絡咗佢咯，但我未知道佢有冇時間同埋有冇興趣出演呢一個角色啦，咁所以我係等緊佢電話嘅。如果大家喜歡呢個系列嘅話咧，記得上我 Facebook like 完我 page 咗 ，follow 下面咁 see first， 然之後再上我 YouTube subscribe， 然之後撳埋隔離個鈴鈴，咁每一次出新片嘅時候咧，你就會成為第一批收到風嘅觀眾噶啦，拜拜。